自世界女排联赛南京总决赛结束后，球迷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国家队的比赛观看了。不要急，中国女排即将出征雅达加亚运会了，再过六天就有中国队的比赛观看。此次亚运会是世锦赛前中国女排全主力出征的一项大赛，也可以说是九月开战的世锦赛的预演。对于郎平和他的队员们来说，全力夺取亚运会金牌是他们唯一的目标。中国女排此次亚运会分在 B 组，与越南、中国台北、韩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印度同组。应该说中国女排小组赛比赛还是轻松的，只有一场才是关键之战，也是复仇之战，那就是8月23日对阵韩国的比赛。这场比赛更值得球迷关注，因为上一届仁川亚运会由于和世锦赛时间撞车，中国女排派出二队参赛，决赛中中国女排2-0/3不敌金软景领衔的东道主韩国。这次雅加达亚运会金软景依然在阵，韩国也是全主力出战。中国女排在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中曾经负于韩国队，因此这次亚运会小组与韩国队交手，姑娘们必须打足精神，认真应战，赢得这场复仇之战。中国女排小组赛具体赛程如下：8月19日11点中国 VS 越南，8月21日17点中国 VS 中国台北，8月23日17点30分中国 VS 韩国，8月25日17点30分中国 VS 哈萨克斯坦，8月27日13点30分中国 VS 印度淘汰赛的赛程，8月29日1/4决赛，11:00AVS4B13 302AVS3B17 303AVS2B20 004AVS1B 8月31日半决赛18点 Women WEA4B W3A2B20 点30分 Women W1B4A W3B2A 9月1日决赛季军赛11点 WO Men LM34 LM35 冠军赛17点30分 Women WM34 WM35 对于女排亚运会的比赛，不出意外央视应该会有全部的比赛直播，但不一定都是安排在央5，也有可能在央5频道直播，到时请求你留意就是了。